你们看见上周我赢了100米比赛吗？胡说！我是昨天赢的比赛。不，我是上个月赢的比赛。你们都错了，比赛明天才开始呢。不是后天吗？还是下周？不，是这周，就是这周。比赛2分钟以后开始。等一下，难道不是今天吗？还是下个月？不不，就是这个月。我说了，比赛在2分钟以后开始。上个月，这个月，下个月，上周，这周，下周，昨天，今天。明天，后天，